对对，很多人是专业的人，参加这个社团，专业的社一团，个怎么说呢？把手，场所，发电机，那发这个电机，发电机吧，那听着，并不，遍布，并不是在我的老家呀，发电机，发电发机。源。しましょうな。本部というか、メインの場所、重要だ。发源地。活動从釜山县。这个市长从釜山县。发源地、对。发源地。在所你以的家。要回家，为了参加这个活动呀。好的，不错。现在在你自己的家里面。对对对，一楼。OK，几天？几天的活动？几天？那么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对对对，那你什么时候回东那几京？点的下午6点可能6点8是，6点半。6点半，对，我考虑一下，我打算买也有考虑的房子，想买房子，对，但是我在没哪里？有钱。在东京买吗？在我的老家呀。对，如果你想建造新的房子，建てるは何て言いますか？建てる、家を建てる、盖房子，盖房子，或者是建房子都可以。建房子，注意，盖，等一下，是四声盖。盖房子的话，大概3000日元です。3000万日元。3000万日元。对，对，然后呢，如果你打算买中古的，中古二手。二手的房间的话，根据地方重要的东西，一般的房子的话，一般的话，なんかそんなに不是那么很好，不是那么不好，大概1500万日元ですよ。一就不一千五万日元，五百万日元。1500万日元一千啊，能翻崩翻一半，一般的话，但是我打算选择100万日元左右的二手房子。ありますか？100万日元，ですよ、ようや。是中古，是二手的还是？二手的，で、不方便、并且、あんまり、しましょうな、水道。水费，水费じゃなくて、水回りを、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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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んか、水上、上、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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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啊，洗澡的还有厕所的水。对对对，すいません。这个我们叫水回り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ど。水、嗯、水回り？所以关系水的地方，厕所、洗澡、这样的。啊，都こう手洗うとこ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すいません。啊，はいはいはい。我们统称为水费，就是统称为水费。水費しお金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これお金のことではない。物資、物資。水に関係する場所。地方。对对。地方。ここ洗うとこなんて言いますか、シェマショナ。洗手、洗手。洗手。あ、洗手的地方。洗手的地方、厕所、还有洗澡。洗澡的。啊啊啊啊！你说的是。你叫什么呢？我是全部这样的部分，我们叫水回り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ど。水回り。没有这样的说法吗？在中文里好像没有统一的，没有统一的一个单词，就是分开说，分开说，厕所、洗手的。对对，这样的地方不好なんですよ。啊，这样的地方不好，不好。不好か、もう不方便的感觉，真的。方便。ダッツン DIY しようと思って。DIY。DIY したの？
知道知道自己自己动手作り对对自己动那个公開をして对然后我打算借这个房子跟其他的人因为我有这个房子呀、我有这样的想法你为什么突然要买房子我想要お金欲しいです想要钱钱对对对接房子是一般的赚钱的方式对吧嗯是的因为没有我有心结不懂差对吧对对所以我想学习啊好了好了哦哦哦哦你先把房子买然后再开始再借出去对对、哦、このままだったら支援しこのまましましょうねこのままなんて言いますかこのまま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不好，所以我想打算修改地方，自己修改。我喜欢这样的东西。なるほど。对对。也可以呀、如果你自己可以 DIY 的话，也可以呀、对，所以我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原来在东京，所以那间的话，那间有吗？中文那间。那间是什么？啊，看房子的意思呀。先买房子需要看房检查对吧？先看房子，对，先看房子检查，对对对对，啊，叫内建，嗨嗨嗨。哪一根ですか？哪一根？对对对，理由的话，中文的话怎么样呢？怎么说呢？啊，就是啊，买房子之前先就是看房啊，就是看房。啊，じゃあ就看房，就看房ですよね。需要看房，所以我需要回家看房子。啊，明白明白。啊，当然的哟，但是我害怕打电话跟这个不动产的公司，我没有钱，所以害怕。啊，但是你不用害怕呀，你把你的希望和你的要求告诉不动产。对对对，所以一百万日元的考官，大概一百万日元。一百万日元考。一百万日元是多少人民币啊？五十万吗？五十万？可能是，我不知道。差不多五十万人民币。嗯，但是一百万的房子的话，会不会很小啊？啊啊，いくらだろう？我不知道人民币的话，啊，可能是五十万。嗯，我说的是一百万日元的房子会不会很小？でも我的地方是乡下，所以有呀。でも我想看房子的意思是不是只有买房子？我想学习，我想，那我没有自己很多不懂这样的知识，所以看房子我可以啊，什么什么知识が深まるじゃないですか？什么什么？你可以掌握知识，学习知识，学习知识，对对对。嗯。所以房子，所以。重要的目的是不打算买房子现在但是我想看房子所以なんか申し訳ないです申し訳ないです对对我想看房子不打算买房子买房子明白今天需要でも私にとって对我一万万日元ぐらいや是的呀我不想失败哦对明白那所以你在买之前，你要多看一看呀，多看一看。对对，多看一眼。所以我打算看，只有看，所以不那个申し訳ないです。跟不懂ちゃんだ公司。但是你先不要跟他说，你就说我想买房子，然后他带着你去看，但是最后你买不。我想买房子，没有告诉真的心理。不要告诉他真的心理，不要告诉。我真的打算买，所以我想看一下衣服。如果我今天我给了邮件跟这个房不动产的公司，但是什么说呢？那个这个公司的邮件的环境不好，所以我需要打电话的感觉。啊，邮件的什么不好？所以这个公司有亲。问东西用邮件或者电话。对对。我先开始，我先问用
有件有件、うん、壊れてますゴンスだ有件だブーフェンブーハウヨンだ感じ。ああ、なるほど。ダーディエンファ。うん。シーファンダーディエンファ。ウシマヨ、なんかふんもう疲れますね。でも、うん。シュヨダーディエンファだ感じ。でもしょうがないね、ダーディエンファ。うん、对。那打电话你就你就先说嘛，说我想买个房子，你带我去看一看，我想看一看。嗯，我想看ボロイ。ボロイは何ですか？ボロイ？ボロ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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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吗？破。破。这个吗？是这个吗？对对，破かな。我不知道。等一下，我查一下。ボロイ。ボロイ是破吗？新しくない。嗯，そうね。ボロイ。啊？是历史吗？那我看呢，不懂了，不懂的。不懂啊，ボロイ是什么？ボロイ是。材料ですか？才能ではないですね。しましたね。ボロイ。ボロイ。ポポポポランランだ。ああ、ああ、那就是破破烂烂的。OK OK。破、那就是破烂。我寻着破破烂烂的、John Ashore的房子，我需要告诉你这个电话。但是，那あの、なんだっけ？你刚刚，嗯，你刚刚说。你有一百，你你啊，那个，嗯，你最多能够出一百万，对不对？やおだ預金、預金、預金なんですか？預金、預金、預金是まあ大概あ百万日元ぐらいなんですけど。はい、二百万日元、嗯。对。我不相信用全部，我只有相信一百万日元左右的。だって今全部不会使用呀。我知道知道，那你就跟他说嘛，你说我大概的希望是一百万日元左右的二手房。对对，需要告诉你。像我们在中国的话，一般去买房子都是跟不动产先说你的要求，我预金一百万日元，啊，想买二手房，那どこで買いたい？想在哪里买？位置对吧？嗯，位置，比如说你的家的近郊，嗯，附近什么什么，まあ离车站，嗯，気になるか、まあ駅近いかどうか、嗯，それで家なんか要求ね。でも一番万里円だから無難マーショー。でもとりあえず家みたいです。オーシャンカン房子。そうだね。意味ないから、没有意义的话，那你。なんだっけ？你只是想学习嘛，对不对？嗯嗯。你只想学习的话，那么多少钱的都可以啊？一百万日元。可以呀、啊，就跟他说呀，我要看一百万日元的。嗯。对。嗯。欲しいですか、老師？嗯嗯，我觉得你很有想法。嗯。嗯，你想挣更多的钱，我也想挣钱。でも、我的不好的地方是恥ずかしがり屋なことですね。ダメ、いすてます。扔掉。なんて言った？いすきます？あ？一緒らしいもんな。いすきますって言いました。你不是说恥ずかしい気持ち？你有恥ずかしい気持ちも。对。我让你捨てます。扔掉它。あ、扔掉、あ、捨てるってことですね。捨てる、扔掉。あ、いや、本当ですよ。为什么害羞？え、本当に長い前ファンザファ一円五百リエンプートンだかし、お写真を言わなリエン。あ、あ、あ、オッケー、オッケー。あ、それは分かる。人だめ幼稚園みたいな感じ。但是那个邮件返事してくれないの？邮件、嗯、没有没有，嗯，你们那你先跟他，你先打电话，嗯，已经打电话，你先打电话，你先问嘛，嗯、你确定一百万日元的房子绝对有吗？
あります？いや、あるんですよ、ジュディン。ジュディン。わかんない。ただ、マスクして、マスクして、顔、わからないじゃん。大丈夫だよ。いや、デンファーだから、デンファーだから、ブシュア大工場男子。はい、はい、恥ずかしいです、最終。没关系，没关系，一百万日元也是有很多很多钱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没关系啊，你就打电话嘛，问啊。嗯，我想看，不瑞克，でも有的人买三十万日元的房子とか買うんですよ。いるね，有那样的人。对。对呀、啊，所以你一百万比三十万还要多啊。对，所以嘛，聞くしかないね、恥ずかしいけど。だって、我没有钱人だもん。对呀、啊，你有钱呀，你两百万日元，两百万日元。我说了没有钱呢。嗯，有钱有钱，要。我的年代的话，年龄的话，以前五百万日元的话，他们是用ローン使うと思いますよ、大概ね。行ね、啊。ローンなんですか？ローン贷款。贷款，贷款呀。对，贷款だと思います。でも一番万日元先進だね。我的年龄的话，一番二百万日元先进だね。分多呀。嗯嗯。だと思います。那你贷款したくないの？財布するときはアパートがいいです。いや、お、不是、第一次買った東西、すごい、如果我買了一万、一千、五万日元的アパート買って失敗したらバカじゃないですか。如果最中的话、最便宜的東西試試一下ですよ。啊、哦、明白。但是、像中国买房子、一般都会有贷款啊、都有贷款。ジョン国連はちょっとおかしいですから、ね、おかしいじゃない、おかしいじゃなくて、ジョン国連のシャンファーフ、リベルのシャンファーフ、やん、ウォメン、ジン・エンラ、バブルを経験してますから、しましょうな。バブル経験バブルを経験してますから。ジョン国連、ジェダ、シャンプーだ、ファンズだ、値段なんですか？ジャグ。ジャンジャーラだ印象。ジョンゴレンジェだ。チャンブだファンズジャンジャンだって感じですよ。ジャンジャー上がる？いや上がる。上がるジャンジャー、ジャンジャー上がる。ジャンジャーだ印象。でもリベルはブナは信用。ブドンちゃんだジャジなんだっけジャーク。シャージャー。シャージャン。シャージャン。シャージャンだ感じ。イーバンショーシャージャンだ感じ。でもジョンゴレンシャンファシ。上がるでしょ。不一样。所以ロンでも買う。对。でもリーベレンはもう下がる一方だと思ってます、ファンズだ。ああ、はいはいはい。ヤンキー、シャージャン。リーベレン、OK、前ら死んだファンズ。うん、で、軍、ゴー、ゆえらゆえ、ゴーラ、ニエン、ニエンといえば。うん、ゴーニエン、うん、ゴーラニエン、ゴーラ、ハディニエン、イホー。安くなるじゃん、安くなる、シャージャンなだから。はい、シャージャン。で、ジョンゴーレン氏、経済発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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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ファダー、そういうためよ、ジアナシャンファーだと思います。リベン、ブナマ、ジンジー、フンハウ。うん。因为你们经历过バブル経済。对对对。所以第一个时候、チャンブルン觉得、现在的中国的感觉、现在的中国的感觉、他们觉得、リベンだ、ジンジー、シャンジャンだ感觉。うん、はいはい。很多人买房子、但是、ゴールバブル、チャンブルだ、ファダー。嗯，那个啥，你们是不是因为有 Bubble Kizai 时代的经验，所以你们日本就是，即便是结婚 ，Kalidemo 租房子也 OK。嗯，对。あまり買わないな。いや、うん、でも、我的房子、我的老家的话，买房子一番的感じ。但是、哦、我、哦、ちょっと私はそういう考え嫌です。我不喜欢这样的想法。嗯，那你是？你見えます。バカって言うんだけど、前ファンズし、なんか、我的年齢的啊年齢買一個ファンズ、買新的ファンズ、三千万日元。嗯。怖くないですか？我覺得害怕だし、分多人買这样的感觉，但是对我害怕。
你不右边不知道将来为什么可以买三千万日元的？是的。Gogo。Gogo。哎 ，Gogo 的给开摩呢？开摩么？东西，买东西。买东西嘛，みたいな感じです。嗯，啊，明白明白，嗯，そうだね。像中国，像中国的话，买房子大概都是60年、60年的，那个。对。持ち物だから、持ち物。嗯。但是我们每个月都要开一次贷款，还贷款。你并且你可以，有的人可以变的。真的。将来。お、そうだファ、ごめん、ごめん、くなし、ブザイ、リーベンだ感じ。そういう、おぶりじためんだシャンファ。でも、う、いわん、わりえん、先人。グエや、でも、グエ、はい、グエ。だし、確实有点グエ。うん。で、だし、おしゃん、学習、ブドンちゃんだ、じじ。お、感じやら、ブドンちゃんだ、セミナーセミナー、セミナー、セミナーですか？セミナー、うん。セミナーは何や？什么？你写出来，你写出来。我给你查一下。我的日语怎么办呀？研究会。セミナー？これこれこれ、ジグジグ。研讨会？研讨会。Sebina 什么？日语是 Sebina。嗯。研讨会 ，OK。然后呢？开研讨会呢？嗯？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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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参加完研讨会呢？已经参加不懂家的，所以。现在，嗯，现在也可以也想买不动产，我不想。那所以我看一下，もうちょっと実践し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ね。是的，是的，嗯，是的，一定要自己去实际的去看一下呀。对对对，你恥ずかしいと思ってて、还是大概ね、我的年龄的话，200万日元的友人的感觉，一对我一样的普通的感觉。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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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你就说我的欧巴桑或者是欧弟桑100万日元的房子想买我啊帮他们看一看そう。それは恥ずかしくないね。啊でもいいや。もうなんかバカみたい。でも我不喜欢这样的我害羞だ我。どうやったら変わりますかね自信を持って。自信。对私は我有100万比有30万的人ちょっと金持ちの感じだね。什么意思？你有100万。嗯嗯嗯。我有30万。嗯。你比我多。友人吗？友人吗？现在的友人。对呀。嗯哼哼。你比我多，那你比我。里面和中国不一样ですから。哇，那只有你自己啊！只有你自己把那个恥ずかしい気持ち捨てます。对对，谢谢谢谢。你给我勇气的感觉。真的。电话明天或者今天。好的。嗯。谢谢。祝你成功。谢谢。我也谢谢你昨天谢谢你啊、哦、谢谢。没关系。那周五的日本时间7:30我提醒你上课。好的。谢谢。那我们周五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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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